你今天不要啊，我今天调休了。女朋友要来，把客厅收一下。你收工，那可不就来劲了吗？顺便试试最近新学的小妙招，这样子做家务不脏手，还能顺便做个手膜，简直就是一举两得，效果还不错。每次喝完咖啡都不洗，东西还总是吧，总是乱丢。要不是看在有帅哥的份上，才这沙发我今天很不搭呀。哼，难不倒我，给我一个哥哥的床单。像我这种动手能力巨强、做事正直、不放过一丁点小细节的活人小能手，改造一个沙发，那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吗？哥哥看到崭新的客厅，肯定会在他朋友面前夸我。嘿嘿，那我的爱情，今天超额完成任务，哥哥一定很满意。来着来着，嗨，帅哥呢？